你想一下床上的游戏，有什么朋友会变情侣？你想一下床上的游戏，有什么朋友会变情侣？右西二四，左西二二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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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奎丁。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电视的闯关游戏节目吧？我就是很好奇，说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偷跑游戏的内容，所以才有可能在游戏关卡中表现这么出色。所以我想做这个企划已经超级久，今天就让我这个浪漫 princess 来挑战这款游戏，叫做《太初的少女大战战》，超薄进入中，让你成功征服每个关卡。浪漫 princess 傻笑。闭嘴。那我今天找来了特别小伙伴，当我们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之后，再去挑战其他的 KOL， 我们一定能够拿下胜利。让我们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特斯白。我们等一下是要赢这个游戏。当然啦、啊，今天来就是要赢啊。我刚一直想这个问题，会不会我们练习完然后还是输了？我们可以靠剪贴。今天实测的游戏是这一款《杜蕾斯基润之战》，大人的床上游戏。这个东西是没有在单卖的，它是要买超薄净润装才有送的。它是一个游戏店，可以看一下游戏店怎么样。这感觉还可以顺便带去野餐呢、欸，野餐来基润一下，除一下这个，很大张吗？它上面有数字，你可以在地上玩，在床上玩，在你觉得可以玩的地方，你把它铺着就可以玩。我刚才扫了一个 QR code， 会到一个网站去。网站打开呢，它就会显示，它现在只有单店激战，双店还没有开启，要到明年。还有两种模式：激战十八招、激战自创招。如果你玩得很开心啊，你有自创招，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你自己的招式。蛮多人创的，谢谢你。上面就留他的名字。今天要玩的是激战十八招，它是一关一关的这样过去，难度是分散开来的。但玩法是这样，两个人一起玩。其中一个人左手比零三，右脚在二二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要干嘛呢？你知道干嘛？你想一下床上的游戏，有什么朋友会变情侣？你想一下床上的游戏，有什么朋友会变情侣？他已经摆好姿势，可以直接。等一下，游戏这样，一个人进九个姿势，其中一个摆好姿势之后，另外一个就想尽办法用屁股去碰到他的屁股，这个关卡就结束。战术是这样，先练习所有的十八招，练完了之后，我们先计时。等一下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之内，大家可以做到几招。但那个有限时间就是练习时间，对吧？事不宜迟，赶快开始练习 ，Go！ 我们布置好场地了，哇，整面墙都送给杜蕾斯，感谢大家。这是一个注重健康教育类型的品牌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练习我们的肌韧十八招，然后我先开始，都要按那个计时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确切知道我们练习时间。右手零四，左手一零，哦，这里看到吗？右脚一六，这边脚二二，傻笑，为什么你做起来是这样？哦，它是反过来的。那你要怎么碰屁股啦？你来，好，练平衡。结束，我超久的，我们要十四分钟哎，很累哎，已经好累了，十三分钟五十三秒，我们一张用了46秒，你们也是蛮快速的，很快吗？而且我们手忙脚乱的爆，我们就抓每组15分钟，两组下来就要半小时过去，应该就没那么累了，说明刚好休息，然后假装都不知道，原来我是这样子哦，这样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，恢复体力，定定一下规则，等一下等其他的女孩们到了之后，我们游戏就正式开始。OK， 我们两个礼拜前就已经敲定了大家今天来参与这场比赛。现在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我是关张三儿。我是贝果。支持我来，是耀耀。那我现在讲解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分成三组 PK， 限时15分钟，总共有18关。最快时间内完成的那一组，我们来奖金1万元。15分钟内三组都完成的话，那就是花最少时间的获胜。这个游戏呢，带回家还可以促进夫妻间或是情侣之间的感情升华。如果你忘记使用超薄净润装，搭配这个游戏垫的话，不必出大事。出大事，没错。那我们第一组15分钟计时开始。左手零三，右脚二。好，右手零三，左手零三，右膝二四，左膝二二。哇哇！右手一六，左手零六，右脚二三，左脚零五。哇！哇！
好，好，好，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。撑住哦，撑住。右手二四，左手零四。后空翻，后空翻。对。好 ，OK。最后一个人在做瑜伽，屁股十三，头二一。屁股十三，头二一。二十一，竖起来。好，竖。他反而剩下8分42秒，6分18秒，总共是378秒，除以18招，每招21秒。现在组是谁啊？他们，不是算开始，计时开始。右手零三，左手09，右脚零二，左脚18。其实你应该是反过来，我没在跟我讲。好，对，就是。好。右手十一，左手十一，右膝十七，对，往后往后，对对。右手二四，左手零四，头的十一，头凹下。还剩7分47，这个是倒数，所以我们用了7分13秒。最后一组倒数15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左手零三，右脚二二，这里。左手零三，右脚。哎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右手左手一，右膝17，左膝07，在这里。对对对对。正极，你照顾一下你的队友。没开盘。右轴17，左轴07，脚右轴17，手轴可以的哦。手轴07，哇，有。也剩五，他比我们还快啊！他没有多少，没有分57秒。结果我们最慢。我们很努力。目前这个结果已经超出我们脚本范围，后面自由发挥。事实证明，有的时候天分大过于努力。恭喜获得奖！恭喜！ OK， 那我奖金1万元坐在里面，直接送给你们。祝福！10万块。现在只要去屈臣氏跟康士美及杜蕾斯官网买2组超薄净润妆，就可以免费获得游戏店。感谢我们今天的超级。先把这名号拔掉。下面资讯栏我会附上链接，大家请追踪哦。啊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主题变成年终节目。得知我们最后一名的时候，他的脸瞬间垮掉。没第一，没第二就算，还蛮第三。我们就是烂，对，我是烂，就烂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，其实我们偷练了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都在我们来之前，对，那还行，可以吧？不要搞小动作。